家里这英文小说还看不了？也是这个吧，然后再看。我们夫妻两人呢，现在要去一个4天3夜的房车旅行。现在呢，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我们就是把，车停到那边，然后去取我们的房车。然后接下来这4天呢，我们就要在房车里面度过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旅行，所以非常的期待。一会儿见。OK。How are you? It's quite cold. Like sorry, how do we know if the power is insufficient or it's... Will be because you have a solar panel. Awesome. Thank you, guys. Right. Thank you. Enjoy your holidays. Thank you. Nice to meet Thank you. Thank you. Bye. Bye.里面也有 pot， 也有做水的壶呢，还有杯子什么的。哇，里面好多锅。我感觉我们这次拿的东西又多了。咱不知道呀，但你不想用人家。主要这次感觉跟搬家一样，我稍微打断一下，因为在这个视频的制作过程中，我发现有些东西我解释的不太清楚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。所以呢，我在地图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和我太太 Christy， 我们住在奥克兰，从这边租房车，然后我们开车要4个小时，沿着这个西海岸到这个叫 New Plymouth 的城市。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雪山，上面有好几个步道可以大家去徒步。但是当天在山上的这个气候比较寒冷，所以我们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取消了这个徒步计划。我们已经到了这边的超市，好饿呢，感觉怎么样？特别棒。回去我给做一面。好的，还有沙拉呢。我们今天要吃好多面，因为我们明天要爬山。Thank you.
咱们这就是在明天真正 hiking 之前小补充一下。怎么说呢，又想，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玩的特别嗨，然后又能体验房车这种生活，其实挺难的。嗯，房车真的就是，要么你就是开到野外，也不做什么，就是在车里，在去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在里面停着看看书呀 ，barbecue 一下，很简单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把现在这个饭吃好，然后休息好，明天有很重要的 hiking。看一下这个天气，-4°，而且是 cloudy。今天我们本来是要去爬山的，7点就有人来接我们，但是我6:30的时候就给他们打电话说我们 cancel 掉了，不去了，是因为之前两天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都是晴天，但是我们发现 New Plymouth 这个地方的天气变化比较大，所以昨天晚上看的时候就变成了cloudy， 而且温度明显有所下降，但是这个 Mount Taranaki 那座山真的是非常漂亮，所以这次没有去成，感觉非常还是遗憾的。下次等天气暖和的时候，我们会补回来。既然今天不去爬山了，那么我们就来体会一下当地的这个叫什么风土人情。City 风光 ，City 的风光吧。你是不是也起啊？现在是咖啡时间了，我们喜欢的 organic 的咖啡粉。现在去市中心了。OK， 既然不能去徒步了，我们就沿着这个海岸线，这个 coastal walkway 去一下鱼骨桥看看，也算是小徒步。咱们一共走了多久呀？将近十公里。看来这个决定做的还是挺对的，因为今天风确实很大，而且顺便借这个机会先在这个 New Plymouth 沿着海岸线，这也有10多公里，也算一个小的 hiking。14分钟。啊。还有12点整，12点整我们就能走到这边的一个景点，叫鱼骨桥。就说那个中间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看到那个雪山的，对吧？但就是因为今天阴天，所以这个雪山等于是看不到了。老景儿，晚上想吃啥？想吃意面啦。